好办。啥？不是我说那个，这事儿他好办呢。媳妇儿，你看啊，这样啊，过两天呢，我看着马月，哎，然后呢，我把他电话要来，你再给他打呗。不用，我有他微信。啊。马哥，马哥，你在吗？在呢，咋了，弟妹？啊，是这样，我老公今天早上跟你在一块儿吗？没有啊，我跟你嫂子在三亚旅游呢，我都出来半个月了。那个回去的时候，我跟你嫂子请你俩喝酒啊。谢谢马哥啊。咋解释？不是那个，你刚才喂的谁？马月啊，你不是早上跟他一块撞的老头吗？我啥是说马月了？我说的是文月，电视台那个，文化的文，岳飞的岳，文月。哎，不信呐，你给发微信。没有。打电话也行。也没有。哎呀，那这事儿，那就不怨我了吧？我就纳了闷了啊，同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两口子，他咋就不能互相信任呢？谁呀？大哥，在家吗？文月。呀，你是文月呀？嫂子吧。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在家，大哥。进来，进来。那个文月啊，你来正好。你给哥做个证明啊！今天早上是不是咱哥俩骑车给人撞了？有这事吗？啊、是吗？是啊啊！哎，有那个，今儿早上我跟我大哥骑电动车啊，对对对对，电动车出门口给老太太撞了，点儿都没有。媳妇儿，咋样？没撒谎吧？你刚才咋跟我说的？骑车给老头撞了。文月，你咋说的？啊、那个骑车给老太太。还是老头啊！啊，你啥眼神儿啊，媳妇儿啊，是这么回事儿啊？这大冬天天太冷了，哎，对对，冷，穿的厚。嗯，那谁知道那是老头吗？还是老太太呀？看不出来。那老头嘛，长得挺像老太太。过去，呀，大兄弟。你这干啥呀？哎呀，啊！哎呀，嫂子，啊，习惯了。那个，没事。哎呦，我家还有事儿啊，我就不多待了。啊、我走了，大哥啊，我走。你走啥？你我不走不行啊、哎！你家嫂子太猛了，我本来合计上你这躲我媳妇儿，结果我一来情况不对呀、啊。我媳妇儿比你媳妇儿真的温柔多了，我老幸福了。你呀，等着明天让我见着你啊，保重啊，哥。拜拜。媳妇儿，嗯，那啥，错了，去，嗯，把电脑桌上东西拿过来，这，媳妇儿，我新买的键盘，你别给我跪坏了，拉倒吧，都跪坏半打了，不差这一个啊，把那信封给我拿过来。抽屉里呢？不是，你写离婚协议了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不管你写啥样，我怎么跟我离，我不跟你离。哎呀！不是。我犯啥罪了？你给我写最后离婚协议啊！你打开看看，快点，打开。钱？3000块钱，够了不？我媳妇儿啊，你知道我拿钱干啥不？刘佳佳她爸在医院抢救呢，
押金不是缺3000吗？我说媳妇儿啊，啊，你能不能不这么考验我呀？啊，我跟刘佳佳，我俩那是大学时候的事儿了。自从咱俩结婚以后，我压根就跟他们没联系过。别说了，我也没问这么多呀。来，把这钱快给刘叔叔送去啊！不是，真的，媳妇儿，真的。哎呀，你咋这好呢？好不？好。哎呀，哎，不对呀，媳妇儿啊，你咋知道这事儿呢？废话，你那同学圈里也有我。哎呀，这同学圈啊，太坑人了。哎，走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走走。哎，等会儿，媳妇儿啊，没换鞋呢。啊。